はい、光哥被插了一个技术犯规，哇，这边技术犯规，然后红龙帽鼓噪起来，啊，光哥一直在旁边喊那是假倒啊，这个这么明显假倒，你们也不吹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边。胡龙茂前面是已经有被吹过一次的假，看不见，这个是杰凯有一个退刃的动作。当然在胡龙茂他的动作来讲，他也是很顺势的这个往下倒的动作。挑战暴力行为。是否再次给胡龙茂的女儿是警示会发车？光哥凶了。挑战。现在许时清教练来帮忙，稍微缓和一下。关老师维持原判，龙帽继续亮。第一节到现在都很明显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相信。